您好，这里是微软中国客户服务中心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？你们不是要黑屏吗？什么？黑屏？对，我前两天在网易火鸡上看新闻说，微软盗版用户要被黑屏的嘛，为啥子还不黑啊？啊，是的，我们的确有这样一个反盗版的措施。那为啥子我的电脑到现在都还没被黑屏呢？此项措施呢是只针对盗版用户的。先生，请问您确定您的系统是盗版吗？肯定是，百分之百是，绝对是。我是在电脑城花5块钱买的番茄花园版，你们番茄花园都已经黑掉，人都已经抓了，为啥子还不黑我哎？那不应该呀、啊。那请问你有没有打开自动更新呢？打开了的，已经更新完了，我走了24个小时，然后把它更新了，但是就是没有黑，你们是咋个搞的嘛？先生，根据您所描述的情况，您是符合本次黑屏条件的。但是由于我们的此项措施是分批进行的，您可能是下一批被黑的用户，所以呢，请您耐心等待。为啥子是下一批？为啥子是下一批？我是微软的忠实盗版用户，开始有盗版的时候我就开始用啊！你们这不是歧视我吗？哎。抱歉，先生，我们承诺将在72小时内将您黑掉。72小时，效率那么低？你们还是大陆5百强企业嘛？啊，是不是首富比尔盖茨不在了就开始乱搞了嘛？我要求你们立即黑，马上黑，不然我老子要告你们。先生，如果您想立即黑屏的话，我这边可以提供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，请您按住电脑上最大的那个按钮，保持10秒钟，您的电脑将立即黑屏。最大的那个按钮？哦，你先莫挂，我试一下。哎哎哎哎哎！